大家好，我是阿天，然后今天是这个2022年2月4日，还是要讲一下祝老婆生日快乐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齁，感谢建议远征小姐姐齁，这个赖社群的小姐姐都有提醒我一些机制。那这个先锋府呢其实就比较偷懒一点齁，这个狂澜夺金没有去入侵。可是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齁，这个怨毒石碑你可以去设定一只英雄齁，像你去设定这个安之乌尔宫或者是卢克雷利亚都还蛮实用的齁，因为大部分进攻都会用到这个安之或是卢克雷利亚。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齁，这个掠夺的这个收成，你看这个小姐姐，哇，掠夺总收益，哇，这么多齁，她掠夺了5000钻石，5000钻石，53000的这个，这个是那个异界迷宫的那个币嘛，然后工会币是34000，然后普尔币是2800，其实认真掠夺很多哇，我先不讲话，我都没有掠夺、哦。那我们看一下怎么会这么多呢？你看他的士气等级是19级，也就是加成了579%，也就是5倍齁、哦。像之前呢、掠夺个44钻石，讲说啊那懒懒的齁、哦。但是现在齁、44钻石还会再加成这个士气，哇、255钻，有差呢。那这个入侵次数呢是每天会恢复2点，然后呢他没有上限齁、哦。那但是呢你如果超过2点的话，一天就不会再恢复了。还有你踩到一些格子可以增加入侵的次数齁。那这小姐姐的这个图片齁，感谢小姐姐提供。那你提升这一个防御建筑物到30级齁，它可以大量的提升士气掠夺的这个资源齁，百分比齁。所以你看小姐姐她去掠夺之后呢，她就算是44钻石她也可以加成到 579% 齁，也就是快要 5.7 倍。那这样子的这个获利就非常可观了。可以看到她如果说有认真玩的话，这个掠夺量还是蛮多的齁，这个值得大家拼一下喔、哦、5000多钻石欸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这个先锋府喔、哦、我就是每天把这个骰子用一用，然后也没有入侵了。但是我们来看一下齁、哦、哇，我是被入侵了齁、哦、没关系齁、哦、被入侵其实没有关系，重点是入侵别人拿回来喔、哦。那我现在是在一个这个敌对的应该说是入侵人的家里啦，然后我的士气是17点，可能我踩到一些这个降低我士气的东西了，但是17的话也有个400多%、哦、就是4倍嘛。好，那我们来打一下、哦。我先把这一关给打完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目前的这个建筑状况。这个是安之队嘛，安之队的话我上控能量的队伍好了齁、哦。什么古宫啊，这些角色齁，控一控对方的能量，然后来上一个哀之，不知道有没有用哦。好，我们来控控人家的能量跟大招、哦、行不行呢？哎呦喂啊，有点危险。控到死控吧控。好，打完了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粉尘哦。哦，原本是251对不对，然后加了我的士气，哦，士气是19 475%，所以说我这样子战利品，诶，这个获利就蛮有感的哦齁。那我们再绕一下齁，还有工会币还没拿到。诶，走得到吗？拜托工会币，这样差不多。超过了，诶，掠夺完成，获得253钻石 ,3266 的这个是啊，一时又忘记高阶币吗？他那个图案。这个是迷宫商店币啦，对不起，它是叫做迷宫商店币啦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齁，这个狂澜夺金。啊，你看我这个入侵次数这么多，8次咯。因为你踩到这个船屋嘛，就会增加一次入侵次数。那我都没有认真在入侵喔，但是后来发现说啊，原来士气加成那么多，我都没有去看喔。啊，真的是，你看吴克也可以获得这个10个占星抽、哦，这个是你只要建筑物慢慢升级就有了。然后最重要是这个祝福之血，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升级哦。那你看每点士气额外使掠夺的战利品增加10%，然后你每上阵一个祝福的英雄，士气会增加。这边你可以选择智力英雄还是力量还是敏捷这样子。那我选择智力嘛，那没有关系哦。重点是这个东西哈、哦。这个每一点士气时掠夺的战利品额外再增加10%，这个最高可以升到30级，所以这个非常建议大家把这一个建筑升满哦。那我们再继续入侵哈、哦，看看说这个资源获得如何。好，这个是反正我们就入侵哈、哦。那这个希望大大不要介意哦。其实对方扣的没有那么多啦，因为我觉得那些加成的话不是去抢到真正玩家的资源，真正抢到大概就只有那个10级而已。然后加成的部分呢是看个人的这个士气哦。好，我现在士气加成4倍嘛，然后这个是工会币540，4倍的话有2000多工会币，其实也是不错哦。那这边的话呢，进攻的话，哇，进攻有没有队伍好用啊？乱七八糟啊，我这个都没有设齁、哦。
没有设个进攻队伍有点麻烦。无脑用个安之队齁，虽然说刚刚我是被东侯克，但是呢有了埃奇欧就不大一样咯。有埃奇欧就 OK 了齁。哇错了，赢了，怎么赢的不知道。这样子士气啊怎么变九点，是被扣了吗，怎么少那么多啊，但是没关系啊，这个奖励有两倍嘛，对不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走少一点，这是人家的资源区一点点。44钻石，我好像最近碰到都是44钻石哦，但没有关系齁，没有关系。这个是我们上一个老样子齁，上一个哀之，然后上个古宫控控能量，然后我们设一下编队好了。战斗开始，空空你的能量，空空能量。哦 ,44 钻石再加209钻，这样子250钻就有感了哦。然后再走一点点。啊走太远了，哇又要走到陷阱区了。再走远一点，再走远一点。再走远一点没关系。五步 ,56 波尔币。好，但是没关系，卢克里蒂亚要用什么打，我们用还是用安之队吗，算了，还是用我们的东侯这个末日队好了。控场队，好，控场队，东侯女士控场队。我刚上什么？我怎么会设编队设代谋？应该是东侯女士吧？好，这样子哈，控一下，控，好，打完了，这样多少？这样有300个普尔币，哈，这样就不会觉得太少了，哈，这个钻石也有250，好，这样子大家应该就会变得比较想要入侵了。好，继续哦，大家都是把资源放在右边了，因为这个你前面都一定要走一段这个陷阱哦。568命运金币，这一队是哇速攻队哦，哇速攻队要用什么课哦？没有做功课真糟糕。好啦，我们还是用不对，这个是绿玉队。好，我们用安之队好了哈，不好意思，这边就是随便上一下，用个安之队这样子，然后梅林开场可以保一下吧。埃奇欧是王者，哎呀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哎呀，埃奇欧是神啊，哦，太危险。OK， 哇 ，1704 真的是不错，一点点，一点点走好多步，啊，阿塔利亚的话，我们继续用安之哦，无脑安之，这一队可以，我们可以在这边设定编队吗？不行，那算了，上一个埃奇欧好了。看一下哦，都东侯，看一下要上什么安之队吗？上阵了被诅咒的英雄哦，他被诅咒嘞，对方也是把那个脆弱摆成安之哈，但没关系，我们的雅尔贝德，雅尔贝德也被诅咒，我们的雅尔贝德应该会保护他哦。哦，对面没有上奥登，所以我的能量应该还是打得出来了。奥登加油！哎呀呀呀！行吗？哇，这样子攻击力够不够？哇，可能会超时，可能会超时。哇，这个埃奇欧真的太强了，有他就稳。168不多了啊，看来我们又要走一大圈。这个应该是对方有设那个让我的那个骰子数下降哦，所以我都没有办法骰很大步。哇，没有走到资源区。好啦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再入侵哦。OK， 好像大家都摆的一样齁，所以看来是不是大家都要把资源摆在右边。因为你摆右边的话，你经过右边之后呢，你左边这一段你就会被扣很多这个 debuff 了。好，两步好 ,251, 好，我们再继续上这个东侯队。哇，埃奇欧打得赢吗？埃奇欧怕的就是突然之间我们的那个血量第一斩杀线，然后莫名其妙就被埃奇欧收掉了。好，哎呦，不错，一点点，好，真的是一点点，好，这个钻石就值得了。然后这个我们要上谁嘞？这个是上安之好了哈，上安之埃奇欧。我们来存个档，让梅林去斩。梅林没关系，他会变成一只小老鹰。啊，糟糕了，赢得了吗？啊，输掉了，啊，输掉了，没关系，再走一点点，
540公汇币，好，540公汇币，好，又能用了。我们再走一圈，好，再走一圈。哇，亚瑟梅林，有办法吗？有办法吗？哦，相当危险。哎，哇，3000公汇币啊，3000公汇币蛮有感的。哇，接下来可能走不回去咯，除非要够大步，要够大步。哎呦呦呦呦，哇，经验哦，好，经验不想打，好，放弃，可惜没有钻石哦。好，我们再入侵一下，好，再入侵，来，嘿，6步，哎，不错哦，哎，56，哦，56破壁，其实56是有一点懒啊，说实在的。300，欸，300好像是一抽吧，也是可以啦，积少成多啦。哇，可惜钻石没有踩到。好，这个，欸，这个就有感了齁。然后无脑上。哇，这个是神魔国家队啊，好怀念的队伍。哦，不错哦，3000这个工会币，欸，不是工会币，这个叫做迷宫币。好 ,540 工会币齁，哦，工会币。那我们有奥登，应该是奥登比较强吧。没有能量开不了大的达芬奇，应该是不可怕。好，我们再走大步一点。大步走。诶，这走一半。诶，可以哦，齁，哦，踩到钻石了。诶，这怎么办呢？埃奇哦。好，继续用我们的这个能量控场能量队。哇，糟糕，血太低了啊，挂掉。好了，没关系啊，好，收获也是不错齁，哦，有3000多。OK, 那再继续入侵，这个有点散哦。快枪手一小步，好，哦，诶，这边就有工会币了。好，我们再来，哎呦，Joker 是不是？好，随便。哦，比较怕埃奇哦。哎呀，安置的能量被炸光啦。哇，3000公汇币哦，真的是不错。好，再点一点点。哇哇，太多点了。这个是命运币齁，哦，命运币，啊。这个是卢克雷蒂亚队齁，卢克雷蒂亚队。一样哦。看埃兹好像帮忙不是很大，啊。哦 ,16.4 气，然后现在我要走大步一点了，因为再来就是在这个地方了嘛。大步一点，哎呦，真的蛮大步的，不错哦。好，这个是波尔币，这边是奥登哦。嗯，我上埃奇哦。哎呀，输掉，我自己用这一对克齁，哦。好啦，没关系，我们再走大步一点，目标是钻石区。哎呀，超过了，说不定不要加速比较好，啊。好，赶快把它用完哦，不然的话，你超过2次的话，你这个早上8点钟，应该是早上8点钟吧，还是0点钟更新哦，它就不会补了。哦，这边有放一个奥登哦，那我放一个埃奇欧好了。这血量，哇，输掉了，没关系，好，一步，哇，这里是放奥登诶，糟糕了，这有什么课？没有什么研究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一样用安之队好了，你用奥登，我就用埃奇哦。哇，输掉了，是因为星级太差吗？是否放弃？不行，掠夺。哇，这连续上2队了，好，继续上。东侯控场队，加油！至少拿个钻石吧。好硬的梅林啊！啊，不是梅林啊，还有那个雅尔贝德啊！哦呦喂啊，2秒钟，天哪，啊！
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有钻石就好了。粉尘啊、这个，这个我应该打得赢吧？应该啦。好，我们还是上个 ICO 好了，不然就上梅林啊，也是可以。好，随便上，随便上，看看看，但应该是可以赢吧？收收收收收啊！粉尘哦， 1443不错，粉尘永远欠。走大步一点，也许有机会。大步哦，好，再挑战一次。这个是，刚刚有碰到这一对吗？好，再试一次哦。这个的话，控场队应该，哇，可以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好，哦，迷宫币3266，哦，这个有感，这个有感，好。好，再继续。好，走小步一点，钻石就在眼前了。叮，哎呀，真的是一步。埃奇欧，哇，这怎么克啊？埃奇欧，我们也是能量啊，我也上埃奇欧好了。那我也上埃奇欧，用能量克克看。嚯！炸炸炸炸炸！小心斩杀线，小心斩杀线。但是你如果说开不了大的话，有斩杀线也没有用。哦，又是250钻石，不错哦。然后再少步一点，又走到了。这个是卢克雷蒂亚，卢克雷蒂亚，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上这个梅林给你斩，斩杀线埃奇欧，哦，埃奇欧真的是很暴力啊。好，普尔币好像少了一点齁，其他都是几千几千的，打起来相对就觉得普尔币比较少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我们上一个 ICO 太好用了。怎么啦？小朋友在洗澡，哇，这怎么洗澡水都黄黄的、啊、因为我没有泡澡。你们在泡澡啊？好，我想要，我们继续做功课。你想要起来是不是？好了，那这个功课就做到这边啦。小朋友洗澡要起来了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别忘记去升一下你的那个防御权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物资还是可以拿蛮多的。我应该算是掠夺完了吧？应该可以离开了，结束入侵。战利品，真的不错命运金币，然后钻石250这样子。好了，那影片就到这边啦，谢谢大家观看。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